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一些猥琐的节操问题而调，只为您那笑话一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一龙的为您带来的坦克视频解说，这是来自于大喜学的什么不认识啊？你们啊不等等等那个女王大人欧尼向给我们带来的这个50B 毕哥以及异界行犀利颇以带来的这个100啊，还有那什么。自己看字幕吧啊，他开的9-2，这就是阿拉曼机场标准模式，我们在右面的出生点位哈。好，哎 ，AP 带的没有 APCR 多，哎呀妈，土豪啊！啊，土豪对不对？啊，我已经做到土豪的一半了，那就是土。哎呀，这个下一半好难做的呀。嗯，哎呀，旁边那个是新的法国车呀，啊，帮我们挡了一发，然而他也没掉血，哎，不错哈、啊，来，过来，啊，来个杠杆人啊，看，有什么东西吗？啊，我靠，被火炮斩了一发，哎，对呀、啊，其实这种地方对面火炮应该没有呀、啊。不，特别是你看到刚才他下面那个亮过嘛，亮过之后那人肯定上面去了，即使没脸你对着那地方撸一发基本上不会有太大问题的。哇，等缩圈啊，你想打啊，那个怕是有点难度 啊我还是把麦克风放上去。好，这边，哎呀，好，谁给他断断腿啊？我们他修好了，再断这个腿，即使没出伤害，我不让你修好，断了加伤害，再搞你一发，我缩进来，耶，100靠你了，啊，漂亮，我靠，简直配合的无与伦比，啊，不愧是基啊，不是那个基友啊，差点说成基佬了，哎呦我去。啊，我们这个可能杠七还没有感觉到啊，这个有危险。哟，吓人哦！他不确定自己没哎，好，已经被打了就不怕再被打了啊！我靠，对不对？啊，有的时候你怕摔倒，你直接躺在地下就好了，你再也不会摔倒了。啊，好，最后一发也撸完啊，已经满功率输出了，心满意足，射了人家一身。好，回来了。哎呦，啊，他仗着自己是个弹夹车，有点屌，所以他就过来了。然后他刚才想跑来着，被咱们给定住了。然而这个时候，哎呀，他的基友赶来救也晚了，已经把他干掉了。哎，要小心啊，一把要小心，保存实力啊，为了党国的胜利，保存实力。啊，马上上好弹，上好弹出来再喷他一轮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，哎呀，不要！啊，好样的，牛逼！敌人的装甲被摧毁了！哎呦，I made。我靠，基友死了，一定要给基友报仇。哎，你们看见没，他的这个轮子也是跟老虎一样的那种里一层外一层。
那这个维修起来也是啊，要把人烦的一逼。其实现实里面坦克履带上它也是有挂胶的，就是它不光是那种，它不是那种纯硬的，上面也有橡胶的，每开一定距离之后呢，就会把上面那个换一换，因为这膜没有了。哎，你再给我出来一个试试啊，我一炮爆了你。你缩进这个坑里面干嘛嘛？我以为你要躲进去安全的换弹夹呢。哎，它这个可以实现连发，是因为它有俯仰式炮台，那整个炮台都可以歪脖子。它弹夹这样说，应该就在后脑勺。是这样吗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，我猜的。他这个炮的话，有些炮他需要打了之后归位才能上弹，然后他如果说可以那个装弹机跟炮管同时运动的话，那就可以随时装啊。哎呀，这个时候也不好说呀，11-12。不过对面的战斗人口并不多啊，那个 T55 那什么玩意儿也是属于残血货，然后杠八想去抓他，啊，砸到这一炮火，哎呀！我们重创目标。查敌人大表哥有没有感到气氛不对？敌人的装甲被摧毁了。现在对不对已经无所谓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人生不如意啊，10有8-9，对不对啊？你这个死活不重要，对不对啊？开心才重要啊！你虽然死了，是不是啊？世界那么大，你就可以去看看，是不是啊？这个，哎，应试教育好啊，哎，娶妻生娃要趁早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我说的这满口胡话，是不是很有道理嘛？啊，你想不想活得很惨嘛？啊，你想对吧？啊，大部分人虽然都这个嘴上说不想啊，但身子都想得很。啊，那你就照做吧，啊，哎呀妈呀，一不小心又把真话说了，怎么办？好，哎，队友把他爆了。这个时候怎么？想出来拿一个人头，哎，好吧，那最后给大家说一下，有需要这个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过 QQ 箱来联系到 ，QQ 箱是76785588，QQ.com 有微信的同学是记得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